Hello， 我是化妆师 Ricky Gustav。化妆咧唔再只系女仔嘅专利嚟噶啦，好多男仔咧都开始重视自己嘅仪容，特别喺眉妆啦。咁所以咧，眉妆绝对系 unisex makeup 嘅代表嚟噶。今日咧，我就请嚟两位嘅 model 咧，同我哋一齐讲下眉妆呢个话题啦。喂 ，Daniel， 平时你有冇画开眉噶？画眉其实我自己日日都会画嘅，因为工作需要啦。咁我都知道韩国有好多男仔而家都会化妆，喺度突出佢哋自己轮廓咁样。其实咧男仔眉形好紧要嘅，因为唔同嘅眉形咧，俾人嘅感觉都好唔同噶噃。不过咧要注意，男仔嘅眉形咧一般都会比较粗身啲嘅。我会建议你用 Cyber Colors 嘅三合一眉形雕塑眉笔，一支笔有齐晒眉笔、眉粉同埋眉扫噶。我哋咧可以先利用眉笔勾画翻好个眉形，之后咧就用眉粉咧填补翻啲颜色，最后咧可以用眉刷扫翻开，均匀翻啲颜色噶。我自己咧好中意用呢一支三合一眉形雕塑眉笔，一支又齐晒三个 function， 女仔画眉咧一样咁方便噶噃。其实最近韩国嘅彩妆大热，好多女仔睇完韩剧之后咧，都会对韩国明星嘅一字眉咧非常之中意噶，所以我有时都会试下画咯。系啊，好多女仔咧而家都中意化韩妆啦。要化一字眉咧，首先可以用 Cyber Colors 三合一眉笔里面嘅眉粉填补翻眉毛中间嘅空位，之后咧就可以用笔芯只有 1.6mm 嘅眉形雕塑眉心笔。根据眉毛生长的方向，逐条逐条画翻啲眉毛出嚟，最后可以收翻靓个眉尾噶。俾个 tips 你啦，想个妆容自然啲嘅话咧，记得要 match 翻眉毛同埋头发嘅颜色。只需要用呢支 Cyber Colors 24小时眉笔染眉膏，喺眉毛上面轻轻一扫，咁就可以帮啲眉毛上色，成个妆容就会更加自然啦。无论男仔定女仔啦，眉妆都系一个唔可以缺少嘅化妆步骤嚟嘅，可以提升到轮廓嘅立体感，俾人一种眼前一亮嘅感觉噶。